听到这个？当然啦、啊，他帮你精挑细选的。我第一次听到这个。那你说那是 Doris 唱的？哦，开玩笑，怎么可能呢？好了，来，正好这个要切蛋糕、吹蜡烛之前，许个愿，三个愿嘛，对，两个说出来，一个不要讲。对对，那种场面化的生日快乐愿望就也可以不用讲，记者不是很爱。三个愿望有点创意。第一个愿望，期待各位在座的身体健康。跟家人都圆满，哎，这个愿望是最重要的哦。我人生当中真的是圆满最重要，健康最重要。嗯。然后我第一个愿望送给在座的每一位，希望各位蛇年都行大运，身体都健康。第二个愿望，我期待我的这一张 EP 专辑能够在市场得到好的成绩，因为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开始，也是我这个35岁公司送给我最好的礼物。嗯。那我期待我把它做到最好，也期待各位都可以感受到我的用心。那第三个愿望我留给我自己，要留给神秘的人，心里想的那个人啊，就这样了、哦、第三个愿望了啊、哦，好好好，那第三个愿望留给自己的意思是留给一个神秘的朋友的意思啊，我没有问这个问题。来来，我们在掌声当中请盛豪吹蜡烛，来拍拍手，祝生日快乐，耶耶耶！先照相吗？有的蜡烛点着的时候先来照一下相，哇。真是，这个角度，哎，这个角度，哎，好，先看向左边，左边来了，来看左边，看左边，好，哎，左边 OK 吗？来，好，来看中间，中间，中间，你刀我一定要这样拿就对了，是不是？好，你开心最重要，好，我祝你生日嘛，生日最大，好，好，左边，中间，中间，中间，好，中间，中间，中间偏左，好好好好，好，中间偏右，好好好好好，好，来整个右，好，右边，右边。好，右边，好，右边，右边再次来，好，右边，右边，好，正好右边，哦，好，好，好，哎，我应该闪一下，右边拍到我了，好，好，正好看中间，准备可以了吗？美女大哥，来，我们一起来掌声，在掌声当中，正好许了三个愿望，吹蜡烛，让2023年事业更攀高峰，切蛋糕，切。哎呀，这么帅，哇，有没有这么帅啊？好，生日快乐，魏生豪。好，来来来，我们谁来把这个蛋糕收一下？你知道的，生日嘛，我们这个总是今天这个粉丝会当中呢，这个干部呢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，从这个筹办到今天看到了成果，今天呢就请这个我们的秘书长吧，代表所有的粉丝朋友来送上这个粉丝的官方祝福，好不好？来，有请 Doris。 哎呀，让我来瞧瞧这是什么个东西啊， Doris 小姐。金唱片。啊，金唱片吗？这两句话来。我代表所有的小秘书祝老板 EP 大卖。呼，好好好，还够上吗？还有啊，哎，温少，你知道那三片什么意思吗？还不是三首吗？好的，一首、两首、三首，第一首大卖，第二首也大卖，第三首也畅销，好不好？那这首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啊，金大茂不是像金包银吗？就三首半，好，来，金唱片三首半，来来，还有哎，神秘小礼物来了，好，我帮你好吧，你好。还有感恩啊，哎呀，这是你的刚刚的影片的这个所谓的海报版，我们把它都贴出来，是不是？去年所有的活动。去年的所有的活动，我们的这个干部们帮忙做了一个这样的整理，还有礼物啊，不是吗？这位秘书长，你干嘛这么害羞呢？好，这个拍完之后，我也先闪一下，好。好，哎哎，好，中间中间，哎，对对对对，中间，哎，金唱片拿好，金唱片，哎，对对对，哦，不会不会，金闪嘛，你知道，人生就是这样闪，闪爆他们，好，来来来。好，哎，左边左边左边，哎，左边没看啊、哦，好 ，EP 有三首歌，再加上一首在金大包当中的金包银三首半，我们希望魏生豪新的一年晋升歌坛之后，也成为歌坛深情男人，好不好？来，耶、yeah, ，好，还有一个也是很特别的小礼物，好，照相照完了，你的 model 这次可以先休息一下，好，来，还有这个小礼物啊，这是今天最特别的啦，你这样没有翻一下也是不太对，我告诉你。翻译本名称，就是等一下要翻牌的，对对对，这个还可以吗？哎，秘书长，你人真的很紧张，麦克风记得还我。秘书长解释一下嘛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好，这是小秘书给你的祝福。哦，那张生日快乐，然后再上一个，这是全世界
你知道他们把他们最珍贵的那张护照都拿给你了，那张他们家都没有了，好不好？全部都在你的手上了，现场拍的，对，皇上待会就这样翻牌了，好好。啊这一点话我有讲到你的啊，很好意思。好，先左边好，那左边先看，你不要转来转去，先看左边的好，就这样，我来帮你处理一下，一定要先看右边嘛，好，那你先看右边。